亲家，亲家，哎，亲家来了。亲家，你老四呢？出去了。啊，有事儿啊？有事。这怎么的了？这是？啊？我们家那母老虎又开始发威了，就跟我俩吵吵了，闹腾了，不愿我搁家待着。你说，一会儿打，一会儿骂，又往外拽的。哎呀，你们俩都这么大年龄了，你怎么还扯这干啥呀？那你说我能咋能帮上你啊？我寻思，我咋整啊？这全村我也不能上别人家去，我寻思上你家来住两天了。哎呀，这个不方便吧？你看，我和老四一个屋，那英子和玉田一个屋，都不方便。怎么整？你可怜可怜我，这我现在你说我整个无家可归了，我都啊。要不然这样得了，我给你拿两个钱儿，你出去溜达几天，等亲母消气你再回去吧。钱总有花了的一天儿，花没了咋整？这啥也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好。亲家，那你说我咋能帮你啊？还有一招。啥招啊？就是让英子回家劝劝他妈，他妈最听英子的。叫英子回去劝劝呢。嗯。这招好使吗？好使，他妈就听英子的。亲家，你不会是骗我吧？我能骗你吗？他妈打我的时候，老头人都看着了。你就帮帮我吧，可怜可怜我这无家可回的人吧。哎，行，那你别着急，那就叫英子回去劝你。但咱可说好啊，英子回去劝你，赶紧让英子回来啊。行，你都帮我了，我能不让他回来吗？英子，哎，爹找你有事，快点。哎，爹，你咋来了呢？慢点啊，英子。哎呀，你爹和你妈要这个了。哎，你俩也是的，没事总吵吵什么呀？谁都不能说让谁一句啊。我让他不让我呀。你回去劝劝你妈吧，要不就不让我回去住去。哎呀，你回去劝劝去吧，你跟你妈说，老夫老妻的，这么大岁数问重点啥呀？啊。嗯，好好说说你妈。一会儿再回来啊。嗯，走。走吧，英子。哎，早点回来啊，英子。哎，我啊，董事长。老刘啊，你行啊，过去都主动上我办公室来汇报了，这回也学会打电话了哈。董事长，你批评的对，但是啥呢？但是今天这件事儿太急了，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，必须赶紧通报你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个董事长，据这个可靠消息啊，现在杨小燕啊，对你还是那个一往情深的，所以你大可不必惊慌。他担心啥呢？就担心他怕你再跟谢大脚再来往。但是通过这事儿，董事长啊，我倒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这个杨总不是怕你跟大脚继续联系吗？咱就放出风去，就说你跟大脚还在联系，再吓一吓他。这样的话，他一着急，他就会主动来找你来了。这个事儿准成吗？你别给我整岔劈了吧。你放心，董事长，在这方面我比你有经验。稳妥点，别毛愣的啊，这事可得准成。好，刘总，你想过没有？要是谢大脚真看上董事长了，咋办呢？不会吧？老伴儿，哎，大闺女回来了哈。老伴儿啊，啊，这回英子我给你带回来了，你可要看好了啊。走，
跟妈进屋歇会儿去。哎呀，妈，肚子疼。哎呀，村这来了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是不是要生了？我不告诉你看着刘英，别让他走，别让他走吗？那刘能那哭的那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，你说我能不让英子回去劝你？英子，你这老娘们，我跟你说你，那是套路啊！那也你中计了，你知道吗？中计了？什么事儿你都办不了？不是，我赶紧给玉田打电话吧。英子，挺住了啊！那一会儿就到了啊！挺住了。呀！哎，停下！停下！停下！你们干啥去？赶紧的，快拉刘英上医院！怎么的了？快要生了！要生了！哎，赶紧上车呀！快点的！赶紧上去！慢点啊！哎，是这么大岁数，你们这个……玉田，慢点开啊！慢点！老四，那个咱们 PK 那事儿，这抓紧吧，开始吧。你心这么大呢？那孩子都上医院了，还不知道咋回事，你 P 什么 K 呀 ？PK 呀？不是，咱定好的嘛，咱 P 完就早 P 完，早省事儿嘛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，PK 那事儿取消了。因为啥呢？你家现在不团结，闹离婚呢？不是，老四，你咋这么说话呢？这咱都定好的事儿了，你要是这样办，我别说，我找村领导去啊！你要不想磕碜，你爱找谁找谁找谁。不是，老四，老四，王哥，红啊，你这是干啥去了呀？咋到这样呢？工地搬点砖，找点零活干，挣点钱呢。工地啊，你去搬砖去了？对呀。那你这身体能行吗？我这咋不行呢？我身体一点问题没有。都是因为我。不能，不是赖你啊，也不赖你，是也不赖我。就赖啥呢？该着这样，谁不赖？别那么说。那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？以后啊，这还正犯难呢，因为季节问题，工地的活基本上都停了。所以说，我看看能再找点什么事儿干呢，不能待着。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你在我理发店里干点啥？我把我那屋里边给你腾出块地方来，你琢磨琢磨。我也不会理发呀，我。不是理发，你就是实在不行，像小梁似的卖点彩票也行啊。事儿倒是好事，但是还是免了吧。我这害怕。你怕啥呀？怕啥呀？这一朝被蛇咬，十朝怕井绳啊。谁咬你了呀？哦。我不那意思，我这反正一看你这店儿吧，我就害怕，像落啥后遗症了似的。袁叔，我再合计合计啊。还合计啥呀？现在你也是单身，我也是单身，你还怕别人说啥呀？是的，但是我认为越是这样吧，就越点小心。嗯，那倒是，但是我就是想能帮帮你的话，我心里头能好受点儿。你天天不都在帮我吗？已经在帮我了。我没天天帮你啊。这自行车不还是你的吗？我天天骑着，还没还你呢，你说。那个就给你了。还给。王哥，你说你。那个红啊，我打断你一句话，就是说，能不能把称呼咱商量改一下？我想长一辈儿，就是你跟我叫哥吧，完了我这听就老觉不自然似的，所以说你跟我叫叔行。行，只要你能好的话，叫啥都行。四哥，徐主任来了啊，庆你
你这是干啥呀？你说咱们两家的事儿，你说至于惊动咱们村里干部吗？不惊动领导，你也不重视啊。四哥，我想问你呢，那都说好了 PK， 你咋又变了呢？是怎么回事呢？那个老徐，你坐。怎么回事呢？那个徐主任，他是这么情况。原来我定的俺俩确实是以 PK 分胜负嘛。现在呢，出相差头，怎么回事？就他跟他媳妇现在不闹离婚呢嘛，闹得沸沸扬扬的。我寻思，那 PK 这事儿暂时只好取消。就他把我赢了，我也不能把孩子放在他那。我不能就是孩子现在还没生呢，就听他离婚呢，这个那不团结，他直接就影响我孙子以将来的发展，对不对？刘能，你这是咋回事啊？你这就张罗要离婚，你让我上这儿来，你这不往里装我呢吗？喂，爹。玉田啊，我不是你爹，我是你老丈人啊。你把电话给你妈。妈。喂。你个败家娘们，你说这非得要闹离婚，你说这亲家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你们两口子离不离婚，怎么还能离到我头上？啊，那什么。哎呀，错了，打错了，你亲家母，对不起，你把电话给刘英娘，给刘英娘啊。那什么，你搁免提吧。行，我搁免提，搁免提。大点声。嗯。哎，老伴儿啊，我说你这人离婚有瘾呐，啊？那离婚这事老跟亲母说啥呀你呀？要不要脸你呀？怎么回事呢？咱俩早晨不是闹着玩嘛，就闹离婚那个事儿啊。完了，让老四看见了，知道就说这个 PK 这事取消，完了把主任还找来了，现在就想听你一句话，还是离还是不离，你知道怎么说不？啊，行啊，我听你的，你让我咋说我就咋说。要我说了算是吧？听我的，那就不离。行，听你的，不离就不离。好，听听呗，你们。听啥？你问刘。刘英在那边怎么样了？现在，那刘英现在咋样了？英子，我们都等着呢，还没信呢。有什么消息，马上跟我们联系啊！哎，好了，别的事儿你别管了。听见没？那咱们马上就 PK 吧。你心可是真挺大，现在刘英还在医院呢，现在具体怎么情况还不知道。我哪有心情跟你 PK 的？不是，就是现在 P 的，你等孩子生完 P 就不就晚了吗？什么玩意儿晚了？你信我 PK， 我能怕你吗？我不是怕你呀，我呀。你是不是没学，搁那硬装呢你啊？我能不学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刘能，我要赢你就是玩呢。听见没，主任？行了，您俩也别吵吵了。这书不在这儿呢吗？我就现场给你俩出两道题，就 PK 一下得了。行，好，对，你随便出几道得了。对。你接着说。你随便出，这整个书随便出。这书啊，挺麻烦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把这书拿家去，我研究研究。咱们既然 PK 呢，就得 PK 像个样似的。我选点有深度的题给你们答，行吗？行，这个你过两天再说也行。那快点，尽量今天晚上就批完。那就这样，我回去研究研究，好吧？那我就走了。行。哎，等老徐啊！哎，等下。我送你怎么的？送啥呀？送套近乎啊，等着主任给你透点题啥的，是吧？行，那你不得送吗？一会儿你不是追不上了吗？我等他走远呢，我不像你似的着急忙慌。咱们不用，咱随便考，用透什么题呀？凭实力去 PK。
行，别在白河路，我家现在不欢迎你在这住了。欢不欢迎，咱也得等人走眼，别有嫌疑。别，姑娘，没事吧？姑娘，这你咋没生啊？医生说没到时候呢，让再等几天。没到时候呢。嗯，那今天肚子咋疼了呢？医生说那叫假宫缩，反正就不是要真要生孩子。那实在不行就住院观察两天呗。住院呢？啊，我不想住这儿，回家吧，还是我在外面住不惯。新形象，大功告成。行啊，咋的了？分头不挺好的吗？为啥梳大背头啊？分头好啥呀？分头梳分头不让给开除了吗？你现在重新工作，记得梳大背，嗯？这多显老啊，抬头纹都露出来。听说废话，谁梳背头不露抬头纹呢？那除非头发在眉毛这儿往上长。行，你愿意说啥都说啥，你喜欢就行。好，以新的形象迎接山庄的工作。哎，云问你个事儿呗。你说。你说，如果要把谢大脚介绍给王兰兰，大脚能不能同意？我看没戏。不是你好好的问这是啥呀？你王大拿和杨小燕不挺好的吗？好啥呀，黄了。现在大拿呢就看上大脚了，这不让我来帮他撮撮。真的呀？王大拿让你来说的呀？那有假吗？人家是我们董事长跟我说了，说让我来让你去探探大脚口风，说只要大脚同意，我们董事长就准备追求谢大脚。不过你们王大拿要是死乞白咧的追求大脚的话，我觉得也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。哎，要我去给你问问去。去吧，然后抓紧时间啊，我给董事长回信儿。哦，行。不能说我老梳背头，老吗？咋又没声？去找了，没到时候呢。你说这趟给咱们折腾的，那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还想上那去赶紧马上生呢，你赖我干什么呀？我不就说两句吗？你现在脾气也这么大呢？你非得说我折腾你们的。玉田，你这脾气小吗？啊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啊，那折腾两趟能怎么的？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呢？你这孩子说话是有毛病，我一大嘴巴子，我呼你一边去。哎呀，折腾两趟很正常。去。你干啥？出去办点事儿。啥事儿啊？走，你也跟我去。我还跟你去，我去干啥？可让你去就去得了，这么多话呢。你上大脚那去，给我买两瓶酒。买酒干啥呀？我上徐会计那打点一下，把那题要来。那你自个儿就去呗。你看你不让我上大脚那去吗？哎呀妈，这都啥时候了，你自个儿去。那你都给我钱呢，自个儿去自个儿去的。你说还没买上。写点东西，你这打扰我。你干啥呀？这是写啥呀？这不给刘能和赵四儿那出 PK 题吗？我看你就是闲的。
什么叫闲的呢？你不当这个干部，人能让你整这个吗？让你整这是对咱们信任，知道吧？以后就这事儿都得多着呢，你要摆正你的态度。我告诉你啊，就刘能和赵四的事儿啊，你就少掺和。不用你管了。哎，不是你说人家王大拿有杨小燕呢，再说了，那杨小燕还是上海牌的，我是啥牌的？我是象牙山大脚超市牌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他俩黄了。那你听谁说的？俺家老刘亲口告诉我的呗。那我还能骗你呀？要不然我就傻了吧唧的我来探你底儿的呀。哎姐，王大拿要向你求婚，你能答应吗？你别拿我开心行不行啊？我都啥岁数了？再说了，我要是离过两次婚的人，那人家能看上我吗？即便他看上我了，我也不一定能看上他呀，对吗？行了吧你，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完蛋了，没自信呢。你咋的呀？你现在这么大好时光，真的，就别说王大拿那条件的了，就比他条件再好的，上哪找你这样的？咱就别说他能不能看上咱，我就问你，他要向你求婚，你能不能嫁给他？说点别的嘛，说这干啥呀？我发现你还，我还能给你当上还是咋的呀？啊？你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还能一个人过一辈子呀？你早晚不得嫁吗？我看王大拿挺好的，你就嫁给他得了。拉倒吧，你别老劝我了，人家两人过得好好的呢。赶着说他俩黄了吗？你不信，你给那个杨小燕打电话，你问问他。我才不打呢，那谁愿意打谁打去。我见不过你，行了，我走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你站着，你干啥去？我有点事儿。刘能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要是不看英子要生了，你今晚就别回家睡觉了，知道不呢？你俩嘚瑟啥呀？哪也别去了，搁家待着。我这真有事儿。你有啥事儿啊？上大脚上去是吧？我上什么大脚那去？徐主任现在不正出题呢吗？那赵四学的根本就不咋地儿，他肯定要整点小动作，我去侦查一下。如果让我发现，我立马就给他拿下。真的？那我能骗你们？别摇奶乱跑，完早点回来，听见没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咱家现在目前这个形势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什么呀？团结。老四来了，嗯，你还敢来我这儿呢？你不怕你老婆追过来骂你啊？不是，这回是他同意的。同意了？嗯。哎呀，我谢大脚有那么可怕吗？那全村老爷们来我这儿，还都得通过自己老娘们批准。哎，看来呀，我得赶紧随便找个人把这一嫁了。行了，你买啥玩意儿赶紧说吧，买完赶紧走，省得你老婆追过来。大脚，你可能是误会了，我媳妇不像你说那样似的，我媳妇主要是太在乎我了。太在乎你了？嗯。你长成这样，男人长什么样不重要，主要是得气质得有。哼。嗯，给我拿两瓶酒，挑好的。明儿不没生呢吗？你现在就提前喝喜酒庆祝啊！我看有别有点别的事儿。嗯，等着。挑最好的，拿。拿。嗯。你给我拿个袋儿啊！不要那个透明塑料布的，要那个就不透明的那种。嗯。
干这个？嗯，那得要钱呢。我这么好酒，你不得给我搭个摊儿？行，我白给你一个啊。好。再见。嗯，是挺有气质。不出我这所料。徐主任，呀，四哥来啦。那个老徐在家呢吗？在家呢。啊，没别人啊？没别人啊，你有事儿啊？啊，我呢。来屋来。真来送礼来了。喂，喂，谁呀？这是，怎么一接还挂了？没戏呀。嗯。妈呀，太好了。我说你这啥态度呢？你到底是希望他俩成啊，还是希望他俩成不了啊？现在心里很矛盾，说不准呢。四哥，你这就不对了。你这正 PK 呢，你来这儿就不对了，你这不符合规则呀。再说，你说我这刚当上代理主任，你这不逼我犯错误吗？老徐，你这多想了。就是你没当主任的时候，咱俩不也总喝吗？隔三差五的。四哥喝的水。哎，好，谢谢您啊。四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酒我肯定是不能要。你有啥事儿，你就直说。啊，那个，我这次来呢，我主要是把那十道题，能不能让我先看一下子？你干啥呀，四哥？你跟刘能 PK？这 PK 还没开始呢，完你要看题，你这对人刘能也不公平啊。现在我跟你说啊，已经都不公平了。我俩 PK 是不是得看一本书，复习一本书里的内容？嗯。结果他把书看完之后，他把书里的内容撕掉好几页。你说这对我公平吗？马老徐，你帮我分一分。再一个，就是咱们我家的孙子，为什么要给他？根本就不用 PK， 为什么要给他呀？啊，老徐，你想想，现在弟妹，她也是个独生女，就你俩生的小孩，给你老丈人。你能干吗，王老徐？四哥说的对，你说人自个儿家的孙子，干啥非得送给刘能他家养着呢？人自个儿也不是养活不起。四哥，你说这些都没用，你不答应跟刘能 PK 了吗？那你为啥当初答应呢？
这不就因为你吗？我才答应的吗？他跟我有啥关系？你看你不，你别不承认呢。前几天咱们是不是开会了？啊，开会了。你在会议上就讲要求，无论是谁家要有不团结，咱们必须都得收拾他。那肯定的。是不是你开会前是这么号召的？我一直在忍受。书给我撕掉好几页，我忍了。就是这个根本就不可能用这事去 PK， 我也忍了。我不就怕你说我不团结吗？老徐，你分析一下，我们老赵家三代都是单传，我爹那是老哥一个呀。我这辈儿，我也是老哥一个；玉田这辈儿，他也是老哥一个。你说我能把孙子给刘能吗？你说我能吗？不对呀，四哥，你不老四吗？老四，我上面那三个不都是我姐吗？户口本不是我接的吗？你说我把孙子给他们了，送给他们。你说我能对得起我们老赵家列祖吗？为什么刘能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在跟我，在熊我？这就是咱们老实呗？难道说咱们老实人就得让人这么欺负吗？老徐，你想想，弟妹，你帮我分析，你说四哥这事应该怎么办？行了，四哥你别说了，这事我做主了。老徐，你赶快给他提给四哥看。哎呀，这不符合规矩。老徐，你放心，到时候我就说我自个抢着看的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不是，不是呢，你快点起来，起来。你干啥呀？起来，四哥过来，坐着。你干啥呀？你就坐着得了。喂，你好。喂，说话呀。喂，请问刚才谁打电话了？杨总啊，你好。我是谢大脚。啊，大脚啊，你有事儿吗？没啥事儿，真的没啥事儿。不过我倒是想问个事儿。你说吧。就是我听说吧，说你跟王大拿，你们俩分了，这事儿是真的不？啊？啊，分了。你问这干什么？啊，不干啥。那行，我就不打扰你了啊。哎，再见，杨总。难道大脚心里还惦记着王大拿？喂，是我，宋清莲。哎呀，不说你有完没完呢？我这要洗澡了。哦，那你先洗吧，等你洗完我再给你打啊。行了。
四哥，你把你这酒拿走，快点。酒，你就留着喝。谢谢你，弟妹啊。你别得，你把酒拿走，快点。不用，我送送你，四哥。不用。回去，不用。哎，不是。那酒让他拿走啊！你看他也不拿呀，那两瓶酒能咋的呀？那明儿他家生孩子，咱就不得去看他去吗？你呀，以后我工作你别老跟我参与。老徐啊，老徐，这大半夜的，听声刘能吧？好像是刘能。他来肯定没好事，你去出去。呀，文哥来了。哎，那个我来看看老徐，老徐在家没？啊，搁屋呢，正跟你们出题呢吗？啊，我看看出题咋样了。哎呀，文哥，这不好吧？你说这出题期间你来，不是违反规则吗？呀，这怪了，赵四儿来就不违反，我来就违反，是吧？不是，那能哥来了。哎，老徐，他屋里听着你说话了，咋不让能哥进屋呢？进屋，能哥。哎，洗完了吧？喂，你洗完没呀？哎呀，我洗澡呢，有事你就说吧啊。也没啥事儿，那这样吧，等你洗完澡，你给我回过来啊，拜拜。喂，哎，等我给你回。等着吧。你说你啊，你怎么就这么不经诱惑呢？就两瓶酒就给你收买了？你这么大个主任，你说你还把酒藏起来？你藏哪儿我都给你翻出来。不是能哥，我没藏，我藏啥呀？刚才四哥拿来，我说让他拿走，他就不拿走。他不拿走，你就收下呗，这叫啥你知道不？受贿。你可拉倒吧，能哥，这两瓶酒能叫受贿吗？这还不叫受贿？我跟你说，老徐啊，我要把这酒拿到齐书那去，我把这事儿跟他一说，你看是不是受贿？那这两瓶酒也算不上啊。哎，行了，能哥，我感觉你不能那么做。不能是不能，但是我得看你啥表现。能哥，那你说你让我怎么做吧？明天 PK 的时候，这本书你随便出，我全会了，但是就不能有这十道题。行，你把这十道题给我。那都不出了，你还要这干啥呀？我得看看明天有没有啊，有我不能干，知道不？有我就不批了，我直接找齐书去批去。你给我，这还差不多。南哥，慢走啊。你这是干啥呀？这酒你还拿走啊？这是证据。我随时随地我都能见齐书记去。你这，这啥人呢？酒拿走他也不得好喝。那刚才我是说让四哥拿走，你咋就不让他拿走呢？那我让他拿，他不拿，你能赖我呀？
行了，有我的事你少掺和。四下寻寻不见，寻呀么寻不见。哎呀妈！半天怎么还不回来呢？是不是上大井去了？哎呀，就这十道题你放心，我今晚上就一道题一道题这么背，我把它都给背会了。媳妇，你这么一唠，太让我感动了。但是我担心，这题刘能也能答对呢，是不是还得加赛？那别的题，我就怕你答不上来呀。不对呀，你没看电视里演 PK 吗？啊，抢答。抢答？啊。哎，这人呢？老伴儿，老伴儿。Thank you.